华为 Huawei 宣布发起诉讼，控告美国政府。此前美国禁止政府机构使用华为产品。这家中国科技公司发表声明指，美国国会未能提供证据支持他的禁令。华为表示，他们是在德克萨斯州一所联邦法院发起起诉，挑战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 NDAA 第889节的核宪性。该节在去年8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列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及其合约合作方使用华为服务和设备。华为尚未公开相关起诉的文件。美国禁止政府机构使用华为产品，理由是这些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还一直在游说其盟友，不要与这些中国通信科技企业合作。华为与美国之间的纷争已持续数月，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如今，华为开始采取更为攻击性的姿态，美国国会一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对华为产品的禁令，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一法律行动，作为最后的适当手段。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说，这一禁令不仅违法，而且阻止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结尾 YouTube 帖子用户宁 BBC News 中文。在周四3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华为还指控美国政府涉嫌入侵华为服务器。美国政府长久以来都将华为描述成一个威胁。郭平在发言中说，但他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入侵我们的服务器，也入侵了我们的源代码。不过华为未就此提供证据，也并未表示自己掌握相关证据。美国媒体指，这一指控可能来自于2014年的一份报告，当中引述了由前美国国家安全局人员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提供的文件。在起诉中，华为坚称自己并非由中国政府拥有。作为通讯企业，华为生产从网络设备到移动电话等一系列通讯技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均以信息安全为理由，禁止华为向他们的市场提供未来 5G 移动宽带网络的设备。美国检控方此前已经在华盛顿州和纽约起诉华为，控告其盗取商业机密。华为已经否认罪名。喷火训练。日前，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紧贴任务要求，扎实组织了多种姿势喷火专业训练，进一步检验了官兵前期实战化训练水平，锻造官兵过硬的打仗技能。一号射手，目标二号暗堡，喷火。在喷火现场，随着指挥员下达实喷指令，喷火兵迅速卧倒、聚抢、瞄准、激发，动作一气呵成。喷火训练中，该旅通过模拟真实的战场环境，构建实战化训练场地，按作战流程不间断展开训练，极大地挑战了官兵技能极限，提升了官兵战场快速反应能力。据悉，喷火训练是对官兵身体素质以及心理素质要求极高的科目。喷火器在喷火瞬间会产生巨大后坐力，容易造成甩枪、跳枪等情况发生，这就要求喷火兵在操作喷火器时必须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才能更好地消灭目标。此次实喷训练除卧姿喷火，还加入了危险系数较大的跪姿喷火、立姿喷火，大大增加了实喷难度。侯云超、文并、环球网军事1月31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30日报道，伊尔库茨克航空厂代表安德烈·巴尔丘戈夫表示，今年年底前将完成对苏-30SM 多用途战斗机改造型的所有试验。巴尔丘戈夫说，我们今年会全面结束改造，
今年会将四架飞机移交试验设计局。试验设计局应在年内完成所有试验。经过伊尔库茨克航空场的改造后，苏 30SM 将能够识别更远距离的空中目标，并将配备可打击数百公里外陆地或海上目标的高精度武器。新华社巴格达2月23日电，记者张淼，伊拉克安全官员23日说，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有五名平民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杀害。安巴尔省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全官员当天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地时间22日晚，一伙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位于费卢杰以北约50公里外的塞尔萨尔湖畔枪杀了五名渔民。这些渔民来自伊拉克南部城市纳杰夫。另据萨拉赫丁省警官穆罕默德巴奇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23日凌晨袭击了该省希尔塔特镇附近的警察岗哨，造成执勤警察一死一伤。前来增援的警察部队和民兵武装发起反击，打死三名武装分子。2017年12月，伊拉克宣布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但目前仍有一些武装分子藏身于伊拉克偏远地区，伺机发动袭击，图为被俄方扣押的乌克兰船只。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据俄罗斯卫星网23日报道，乌克兰临时备战领土事务部副部长格雷姆·夏克在乌克兰电视节目中建议，检验俄罗斯对英国海军舰艇通过克赤海峡的反应。他表示，据说俄罗斯不允许英国船只通行。我就想问问，有人试过吗？此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亚历山大·图尔奇诺夫曾宣布，计划重新派军舰通过克赤海峡。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图尔奇诺夫的话绝对不负责任，目的就是使局势恶化。新闻背景，乌克兰国防部长波尔托拉克同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21日在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举行会晤，双方商定，英国皇家海军小组将于明年1月抵达乌克兰，着手对乌海军开展培训工作。据乌国防部新闻局发布的消息，两国防长讨论了亚速海和克赤海峡最近的紧张局势，双方环就乌英双边军事技术合作、两国海军联合演习、应向乌军队提供技术装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威廉姆森是21日抵乌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的，当天他还在乌防长陪同下视察了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皇家海军回声号多功能水文测量舰。俄罗斯与乌克兰11月25日在克赤海峡发生冲突，俄方扣留三艘乌海军舰只和24名军人。随后，乌宣布部分地区进入为期30天的战争状态。在此背景下，英皇家海军舰只的访问引起了广泛关注。At Civilian Data Post, 7500 on the 31, 环球网报道记者任杰，美国军事网站 Task and Purpose, 17日发布文章称，美国国防部目前考虑在2020财年购买10193枚地对地火箭发射系统制导导弹来对抗俄罗斯。俄新社援引 Task and Purpose 网站消息称，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活动均失败后，美国计划将该种地对地导弹重新定位用于对抗俄罗斯。 Task and Purpose 网站文章称，美国防部此次考虑购买的导弹数量比五角大楼在2019财政年度要求的8101枚导弹多出26，比2018年的6936枚导弹多出47。文章中还提到，这10193枚地对地导弹将用于补充美军军火库，
以便削弱或压制俄罗斯防空系统，也可补充美军炮兵的火力。此次开销将花费美国国防预算大约14亿美元，约合94亿元人民币。报道称，据国国部长，美军武器现代化的优先目标是增加火炮的射程和致死率，增强导弹性能，以确保每个梯队的优势。据报道，地对地导弹适用于 M270A1 多目标火箭炮系统，该系统可发射战术导弹。